昨日，各界卫健委发布最新界新冠病毒目标执行名单，明确话各县界等新冠目标执行对象为十八周岁及以上人群，60岁及以上人群为感染新冠病毒后界重症死亡高风险人群。目标对于60岁及以上人群，爱选选择定界保护适应，强而执政。另外，根据此起常态嘅消息，我市3月28号到4月1号。 我们市国党平均气温高于22度，已经成功入夏。日近期降水平少，此气象台已经将森林火险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。目前已经达清明之初嘅高峰期，请注意户外野外活窗，做好山林防火嘅工作。好，来台今日嘅节目。 大气研究四六级，大学生会拢未灭车。未少人也曾经为了考研究四六级而头疼，表示什么时候东盆也来个四六级，让外国游人也减少者。日根据教育部个消息，东盆四六级正界来了，各自东盆教育、东盆水平等级标准已经紧急发布。作为各界各位个人文字规范，将从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。 英语界四六级大学生拢学知，但喺考外国，对于直接大学生来打，却面向过，有所甚至像是经历了一段噩梦，集体背单词、挑灯面黑、死及鬼话、睡梦语等等，拢着下背着苦干苦。就是没有这种英语的成长环境下，然后对于英语听力来说，他念得特别快。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。翻译他主要是就会遇到一些生僻词，就特别是翻译那些什么各种各类的荷花呀。 然后牡丹花这种根本就不会背，每天都要花一两个小时准备单词，然后背的时候还是挺煎熬的。6级感觉就跟4级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之前就是每天都想复习，但是背的那个单词就是不是很劲脑。以前，直到以来，无论是到大学校园，还是到网络上，拢流淌着一种声音，就是台台外国友人考东本四六级的样子。 直接挂国有人学东本，或者考级的等级，也将培养人超高透视。这里有2个人，那是2个，两个人。哦，好好好，那可能第2页，第2页，来跟着我念，知识是 knowledge 的意思。哦，是 knowledge 的意思啊，这个简单，知识 instruction 的意思。喂。 不是 knowledge 吗？听力考试现在开始。第3题，请听题：豆腐多少钱？2块。2块1块啊？1块。1块2块啊？2块啊？到底是2块1块还是1块2块？2块1块。那就是5毛1块呗。你到底买不买？请问豆腐到底多少钱一块？ 如今，东本四六级正界来了。近日，各自东本教育、东本水平等级标准发布，将作为各界各位语言文字规范。自今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。标准及音节、汉字、词汇、语法等要素，加东本听、说、读、写、X等技能，将东本学习者界东本水平划分为3等教级。其中，东等四级就将用音节7笔入世界。 汉字直吹900，词汇3吹900，46条；东等六级就将音节900+9，汉字直吹800，词汇5吹400+9，语法400+10条。消息一出，网友会要求到考官的角度为考试内容出谋划策，比如建议考文言文、古诗诗，甚至是赵吉隆的歌曲等等。 也表示期待台湾国友人比考东本四六级的样子。好像看到有网友说，是要把周杰伦的歌给弄上来做考题。我觉得外国朋友可能也会跟我们一样，就考级的时候要每天都复习，需要挺花挺多精力来准备这些中文的。我觉得对于外国人来说的话，如果他们
去学的话，估计听力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或者是在看阅读的时候，这个就同音字的出现就对他们来说就造成了很大的困难，需要结合语境去了解它，分析它。然后如果他没有文化积累的话，就可能很难理解我们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据统计，默诵于当局以外，只有到学习东方的人潮一浪吹红百万。在自2020年代，长江已经有直百外的国家界22万挂名考生到600外的考点参加了各类东盘水平考试。各自东盘教育东盘水平等级标准，作为国家举会首届面向外国东盘学习者，全面标改评级学习者东盘语言技能及水平界规范标准，适应于各自东盘教育的学习、教学、测试及评估，为启动各自东盘教育界各类学校、机构及技事业单位提供规范性参考。通俗来答，东盘等级考试主要考挂功能。就我对这些中文四六级的考试还是很有兴趣的，我就非常想去了解他们考试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的。我们跟外国人交流的机会是很多的，那我们学好我们的语言的话，就可以去传播我们的文化。自闭症又称孤独症，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。患有孤独症的囡仔，被人们称为车车的孩子。今日是第十四届世界孤独症关注日，今年的主题口号是“共同努力，关心及消除孤独症人士教育及就业障碍”。近日，市振兴残疾人及青年协会主席邱启特殊儿童康复协会举办系列活动，希望唤起社会对车子，尤其是大龄车子就业问题的关注。活动到此导致光个惊，行政顶出个500+会长是青子会因五彩个画笔，描绘心中个美好梦想。热来自此特殊儿童康复协会各会往单位个多名特殊儿童，到老师个引导下，勇敢登上舞台展示才干。也许只有黄子个家长才会知，这场并不完美个表演，是有着来之不易。前面吊卵石的小仔小亨，到脑血栽就甲普通的脑仔唔平样。当时呢，为什么发现伊滴？我这个脑仔是一对儿童，甲对一套来比较，就是个比较明显，伊就是个双独生的子啦。然后也无爱表达，甲英子咪啊哭啊发脾气，然后情绪也无。为某职工，尤其是青子的妈妈，更需要坚强。照顾教育好小亨，张老师付出了相当难以想象的努力。现在小亨已经14周岁了，今后囡仔如何融入社会，张老师也攞独占的规划。现在做个就想要做一撮新嘅系规划，比如伊现在做爱做一撮超工力彩呢啊，可能开设了一个户外班，就是想要做一个小资嘅户外嘅职业培训。台那首先啦，有这方面嘅，往过嘅这样组合起来，两下机构啊户外馆做一下做了一个台上次世界一个项目，就那首先啦，将脑筋有变变。等于有超每有当超龄啦，系有无植物无生嘅，几零米成年有社会负担，就是那个要变自立，自我生存嘛。我最喜欢做一个好事情啦。比如呢？比如我来收拾这个很多东西啊，来扫地，扫地，来玩，然后日台晾衣服，然后收玩具，叠上被子，我画画。画画也送给这个很多小朋友，还有大人等等。你还喜欢花是吗？是的，我用花来可以来做画画呢，做一些像动画片一样。等我长大了，我一定能开车的。作为车子的家长，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自闭症儿童到14周岁后无法获得康复训练补助。也好少有培训机构和学校有边解能提供学习培训的机会。因为学在大龄呢，无边个学校个读，特加学校呢要非常有限。了那只托双头二三十个机构呢，康复个只有3到6岁囡仔，大龄真是重灾区。7周岁以后的时候，在小学，那个虽然政府是一个零季节。
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，每个孩子去了正普通侨学校以后的时候都很难融入，孩子还是必须到那康复机构继续训练，就现在他费用就很多。然后到了十八岁以后的时候，这就业问题也是很难。令人欣慰的是，有个别的家机构愿意踏出资质步去做尝试。我们现在大林部呢，就有根据小孩子的这个能力特点，开展了一个叫做辅助性就业，我们开设了一个叫星星花房的。这个呢目前也得到很多爱心企业的支持，现在也有一个叫做庇护性就业、庇护性工厂这一方面的，也目的就是支持大龄这种大龄自闭症孩子的就业问题的。目前我持大龄高度症患者的就业可以打时更起步举步锐降，就像喜行之水车等机构销量花是非常少。说实话，这个就业率肯定不会很高。这个有两方面，一个就是社会的一个接纳度、认识度，第二个也确实是我们这一类孩子他的一个特殊性。主要是社会的歧视，歧视这个是不容忽略的。因为这其那个，所以我们那个的宣传是很重要。这大如果是轻度的，他有可能做了几件，就是比较刻板，比较呢有规律来做事。有一些还是可以的，可以就是帮商店啊，那帮东西啊放好啊，或者是做一些蛋糕啊，一些那个烘焙之类的。我们是今天的主题叫消除这歧视，那大家都给爱。给爱的时候，只有在爱里面的接纳和那帮助他们，才能够真正的说让他们能融入社会，才感觉到社会的关爱。高度性能士，尤其是高度性儿童，是极少社会各界给予特别关爱的群体。消除障碍，实现高度性能士更好的融入社会，不但需要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，需要一线康复教育人员维护人员的服务支持，需要家庭成员的温暖陪伴，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助力。近期，我市天气干燥，森林危险等级高，山林防火时刻不能松懈。当中南连营一个大埔却不断火势，违规许多改装物品上山，病毒扫墓的时候使用明火，最终引发山火，伊也因此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十日。3月30号的过两点过。中南区凉营镇只有高梅村口溪行山发生了一起山火，凉营派出所接警后，迅速联合消防及乡民公安等部门赶赴现场，将山火扑灭。发现后，经过组织有关的消防啊，还有山林人员进行扑灭后，经过勘验是大概是206平方米的过火面积。经调查，这座山火是当地村民李某上山扫墓的时候，点燃香烛之烛之后，未停明火，妄创性命就离开，结果引燃周围杂草。到当地派出所的团访下，李某于早日到派出所接受调查，并对其砸火正上山扫墓引发山火行为供认不讳。主要是做抓针啦，到靠近行山，山顶上，尤其是无用水淋马冲不过。可能到大金来对方有个地界火苗里头，了入去大房间，你烧下较肥苦，了用到底下去烧火里头。目前李某已被依法行政拘留。住在消防有点较凶个心理啦，你消防部在那兄那孙啊兄兄唔敢唔敢哩，所以你是犯了几个错误，所以来澄清更多家己个错误。查明他的违法事实。他做过我们公安机关给予那个行政拘留10天的处罚。最近，本人麦志亮报道了多种类似的案例，多次也提醒大家，清明期间上山扫墓，切勿携带火种。如果引发山林火灾，公安部门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近日，天海公安部门质量破获两届盗窃摩托车的犯罪团伙，共抓获12人。令人痛心的是，团伙中未少拢改未成年人，警方呼吁社会各界要组织努力，正确教育和引导青少年
行正道。3月30号，骑起到停海北往良兴路街，邓先生发现，遐道来门卡口的摩托车崩伊无去。车台公共视频之后，伊才会知，原来是当天凌晨崩南路走街。前日是两桥，伊根本无来撞另外车头，了就家驶只呀两乘车，落每个摕起囝一只花喏，那天无那热清楚，天日也个是一个后生惊痛喏。邓先生随后报了警，停海公安接报后，花小华专业队迅速联合汪头派出所展开侦查。当天中午，民警根据视频追踪到红耳植树处，现场抓获六名犯罪嫌疑人，年龄在15到17岁之间。据犯罪嫌疑人交代，伊人在停海汪头内耳广野红乡等地，轰轰下下盗窃摩托车21只。犯罪人都是云南人，然后平时白天就打零工，然后平时消费比较高，经常跟朋友出去吃吃喝喝，然后钱不够用，然后才会想到去铤而走险去盗窃摩托车来变卖。警方依法对犯罪嫌疑人邢某甲吴某采取刑事拘留，对其他人采取行政处罚。被盗摩托车已追回报价，案件送到警察部侦查中。在3月28号，停海公安花破获另一个盗窃摩托车团伙，到市区东东街道抓获涉嫌盗窃摩托车嫌疑人邢某甲邱某，年龄才14岁甲15岁。警察六名嫌疑人分别来自惠来甲饶平，伊人如实供述了3月下旬，伙同欧某东、林某超、朱某熙、柯某花、邓某孝等人，到停海盗窃摩托车20多只个犯罪事实，目前案件仍在警察部侦破中。接下来，警方将会加大对盗抢加大力度打击。在此提醒广大家长对青少年加强教育，以免误入歧途。明早9点过，到市区金凤大桥上，一只逆光车突然发生漏水，造成一段桥面布满泥浆。记者赶到现场的时候，相关人往正路摆放易水灯，提醒其他车辆绕开桥面上，只等一寡十米等界泥浆大。肇事的逆光车即刻到路基，交警金平大队山东队的民警已到现场处置。早上是9:30左右，那就说是停在这里漏闸是吗？对对对，停在这里，我们发现它漏闸之后，马上我们就出示警力，放好警示标志，然后疏导过往的车辆。漏闸的原因就是它后面这个罐的胶带松了，从这个罐的胶带这个缝漏出来的。据检察官介绍，伊从工地上载了一车淤泥，爱去宽大处理，没想到来到金凤大桥上，突然发生漏水。我都开到这里，看见胶条坏了，我都赶紧带了。我要是不站，你看，要不是看到后面，那流的都远了。开车之前有没有检查？这个一般的它都很少坏，时间长了它就老化。这个又不打开的，它锁在里面了。现在老板们找车给他清一下吧，把这个线搞好，换条新的胶条嘛。由于处置及时，金标部造成车辆拥堵。我们就想把这个车扣进停车场，然后再进一步处理。我们责令他马上把这现场清理干净，保证过往车辆的安全。多次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，至少要注意车辆的保养维护。出车前务必检查车况，确保车辆三零两好，以免半路上出毛病，导致影响通行，甚至是危及公共安全。作为深水界珠山区，中央区金草亭自从迎来了深水丰收季，观浪会跌深水卖深水，到处直拍网络。今日金草亭新塘村映入眼帘的是望山平野的深水树。一粒粒深水跨满枝头，让人垂仰爱戴。观浪东海空低调的德庆，来花的彩蝶，丰收的喜悦，熠熠眼表。一只爱伊手托落去，不能
头顶长多咯，长多咯，鸟来录。正门去正能大约都是六十斤左右咯。邓海空正式升水潮已经有五年挂，而对升水界正式技术了然于心。直摸直烧，但是有这有能力可以拿烧，正升水很简单啦、啊。升水基本就围着围水来搞就好，人家那天气都过完，今日基本山两下就算可以。我问人无二层左右，都是六至七层更深，只系北度啦。村民同这个官员也是习惯累累，每阵每早，伊拢唔会着踩跌升水。八点又来滴啊？那是三十米啦。嗯。要几多个？几个？你那都是三十外斤诶。据了解，每年嘅二月份是金州升水嘅初山期，三到四月为盛山期。目前金州镇共正式升水1.5万亩，每亩年产量15000斤。升水跌落来后，村民会送到村内嘅收购点进行包装，再销往全国各地。而今年由于产量在，升水嘅价格加去年有所回落。好哩哦，介四个盘，三个盘。上好不要七个村嘅，今年有两三只，有五至六个。据小潮商介绍，今朝升水每年拢大受欢迎，除销往珠三角及周边地区外，花营销其他城市。今晚升水大概都是销往北京、新疆、青岛、无锡这些，了这些大概两个是往北京啦，了也去，因为这种再过今年总来修升，升水还是可以的。了到去年年都系早起、冬天吼，个价格非常好。了整个过去后吼，个价格也要相对要舒适些。因为当地市区个刷屏经济力也要偏舒，所以整就是要提高经济力，提高刷屏个经济力改善正式方式。近日，到湖南上地，公交公司专门为自由甘湖快食界七块两件小菜，设立了临时停购站，方便于读书甲放学。这只暖心之举引来了一片喝彩声，也彰显了社会界人情关怀。小菜自由甘苦缺食，最照顾伊个外妈生病后，上学甲放学就成了伊个一大难题。为此，当地救助中心联合公交公司，到小菜来门口设了公交临时停靠站。这是该公司成立53年来首次为一个人设一个公交车站。正所招灾，公交车未到站点无停车，这是规则。而当地公交公司为七块两件正式临时停靠点，虽然改变了第五届公交行车规则，但到爱的民众规则组织出让步又如何？小菜无甘负难，遐高个社会就是伊个保护伞。虽然湖南上地一个两个公交站点推起来略显孤独肃穆，但其众多个本身就令人温暖充满人性。此个更多个临时停靠站，实际上是救助站个公交公司对弱势儿童个呵护，而托举起个是老人个出行外窗个健康成长。从某种程度上来答，此举令弥补受阻儿童直接家庭之爱的缺失，教会伊如何接纳来自社会的善意，并学会如何去爱甲回报。专门为甘湖缺失界七块两件设立临时公交站，这是一条关于爱甲呵护的破例。此举也昭示着规则未将咱拒之门外的平等条文，只是可以通过破例等方式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。到此，我也期待着有更多的温暖破例出现，为社会增添更多的人文温情。